现在开始介绍如何使用 Fora 血糖生理量测仪器与 AB Wellness APP 的配对流程。首先，先开启你的手机上的设定，确认蓝牙是否有开启，点击蓝牙的按键，打开蓝牙，然后再返回首页，去开启 AB Wellness 的 APP， 然后依照它的提醒语按设定，去找设定装置按键按下，去找寻你所要配对的 Fora 血糖机 GD40B 按下去，然后依照它的设定步骤来开启血糖机的蓝牙。这时候拿起蓝牙机，左侧的按钮向下滑一下，然后左上角的蓝灯会闪烁，表示蓝牙灯已开启。这时候按 APP 的下一步，它就会正在搜寻血糖机，这时候表示它找到，再点击一下你所找到的装置，然后这时候已经完成，请按完成。这时候 Fora 血糖机会出现蓝灯很亮的标示，表示配对已完成。